今天吃不吃中餐？不吃，不吃了，好，吃完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看着我不找我吗？你见我一回，你不找我吗？你亲口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不爱我了，因为新人了，是吧？不行，我媳妇在旁边。啊，不好看啊、哦。姐问是来干活的吗？你就来干活的了吗？啊，你知道今天忙。我这个中午吃牛肉吗？牛肉？妈，老母牛啊！你再少来一会儿就好了。等着呢。你先拿去挑那箱子快递去。老冷了。一到天冷了，我姐夫就得找地儿了。他办公室待不了，他只能往这儿跑，又能蹭饭，还能蹭暖气。是不是姐夫？我想赚的钱花哪儿了？姐夫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天天都热的吃雪糕。俺们现在有人，俺们现在有钱就买雪糕吃，热。我说啥找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挨打了，你知道是啥人挨打？我就你这样人挨打，太气人了。吃肉吃肉吧，你别夹起嘴，是不是？姐，咱俩天天说在这屋热，天天吃雪糕。来帮忙。我姐夫天天在他们办公室冷着呢，捧着暖水瓶子，喝着热水，保温杯里还泡着枸杞。那有现场啊？哎，我车里有现场。啊啊！别拿那个簪，有透明的，那多磕碜。我这样，你单哎呀，有岁月痕迹的都是这种黄香木。不，你别。啊，往那一贴，你看。你别整，不是，不好看。那搁地上脱了，这是好看。那我不是不会挂吗？我那我们不给你挂呢吗？这不，我拿钉子，拿钉子。我用那，小妹，你他缺心眼儿，你不用勒他。小时候不都是这样的吗？都在这夸往这一糊。小时候俺们都搁醋吗？来，你搁醋。别来，来把这屋地暖全刨了，我给你整火炕，你今天在这烧炕。真是的，暖气费省了，省了。那你没暖气费是咋省的呢？啊，你这暖气费是什么？就一分钱就行。咱就有那条件。我姐夫来给做了一件好事，这网线搁门框这都走过去了，板板正正的。来，你看走板子啊，绑在上了，线给卡这地方，我就服了。要不说到啥时候还是我李哥好，谁都不管我姐夫，你看他给热菜呢。哎，俺俩在一块睡过，闹呢。这个是我爸昨天中午做的五花肉炖酸菜。姐夫，你可以开饭了。真的吗？我等这饭等老久了。我先把肉烧吃完的。哎呀妈呀，那酸菜可酸了，没跑啊！啊！我爸就投了一遍。酸，哎呀妈呀！我告诉你，我一瞅这刀工，这老头干的，是吧？嗯。